光。看见了不？隐约能看见 SHY48 的，看不太清，反正有的。继续吃吧。六点开始。钓鱼和 B 站卡吗？口袋不卡，口袋我看着往出走呢。对，校园行第二季开始了。川原和粉，川原和 Slap 都吃饭了。没事没事，马上开始了。找个位置坐一下。对，全程手机直播。这么棒啊！还没说话就给掌声，还给大掌声。先给你们鞠一躬啊，表示感谢。看腿来的。哎，这个鞠躬了，有窝子上啊。开场了，首先呢，请容许我代表 SHY48 这样一个团队，感谢各位到来的同学和亲爱的粉丝们，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么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那请看上面的条幅，因为太长了呢，特别有意义。那这个今天我们下午呢，也参加了我们沈师的这个双创文化季的活动的开幕典礼，非常激动。那今天这样一场活动呢，也是我们 SHY48 校园型偶像见面会，要不要此处给我们点掌声呀？那请允许我代表我们的团队向大家介绍一下 SHY48 这样一个团体。大家也都知道了，我们是全球华语区第一女子偶像团体 SHY48 的沈阳姐妹团。对，答对了。那么我们是怎样的一个团体呢？大家可能觉得说，哎呦，偶像明星对我们并不了解，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这样一个团体其实是一群普通女孩组成的这样一个偶像的团体。也许他们跟大家都一样，只是怀揣着自己的梦想走到了一起，组建了我们现在沈阳有40多名成员的这样 SHY48 两支队伍。请给我一点掌声，请给 SHY48 一点掌声。我记得我们中间有一个成员，在我们有这种海选呢招募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抱着他自己一个娃娃小熊，然后因为他入选了，但他爸爸一直不同意他，然后他一直在哭，给他妈打电话，妈我求你了，我很喜欢唱歌，我很喜欢跳舞。当时我就觉得，哎呦，一个女孩，十几岁女孩，她知道她内心当中她的热爱是什么，我很佩服。到后来的话，我在这个团队其中，我看到了一些女孩，他真的是为了在舞台上给大家诠释一首好听的歌曲，他会练100遍的歌。有的女孩腿练舞摔断了，
这个有很多这样的细节都历历在目。那么这样一些点点滴滴来讲的话，让我觉得说感受到了这样一个团队为了坚持自己心中的热爱和梦想去勇敢前行的那样一股力量，让我作为我们团队的一员，我也是感到非常骄傲的。所以说也是从我这儿先开始，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团体，好吧，再一次给我点掌声，我真的需要你们的鼓励，谢谢。那么梦想、汗水、坚持是我们 SHI48 的座右铭，那么一路朝着自己梦想努力迈进。今天能再次来到我们沈阳师范大学真的非常开心，同时也温馨提示各位同学，请文明观看接下来的精彩活动，在活动后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离场。什么叫有序离场呢？二楼先不动，我们一楼先走，一楼由近及远的离开，感谢大家的多多支持与配合。那么这么油腻的我讲了这么多，你们都已经看够了吧？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欣赏 SHI48 Team S3 和 PH3 分别带来的两首对歌，粉色红豹和接下来的粉色城堡。粉色城堡啊，耶耶耶，粉色城堡，不好意思啊，和梦想坐标，感谢大家。下面让我们有请SHI48 Team S3。 不许打抢分等啊！不许打抢分等啊！就不开心的模样换成微笑，生活的
不怕斗鱼。哎，斗鱼皮蛋可爱是吧？卡哈斗鱼我重启一下啊，斗鱼斗鱼我重新启动一下。斗鱼好了吗？是光线有点暗。沈阳师范大学校园节2.0开始了。Thank you.
可以。那么下面让我们有请沈阳师范大学校专委何其峰老师上台讲话。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很高兴今天能代表我们校团委，向代表我们沈阳师范大学的团员工作，在这里讲话。那么伴随着创新创业主旋律的奏响啊，沈阳师范大学的创新创业教育也步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那么为了切实加强我们在校生的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和创业创新创造的能力，那么沈阳师范大学团委。团委今天正式启动了我们的双创文化活动期。那么此次活动呢，旨在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的校园氛围，厚植创新创业的土壤，培育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时代精神。那么今晚在我们这场双创精神的畅想会，也是我们本季双创文化活动期的一项重要的活动。本次活动我们很高兴得到了我们国内知名团青春偶像团体 SHY48 偶像天团的鼎力支持。那么让我们也在这里呢，感受他们在追求青春梦想的道路上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努力拼搏与积极向上的精神，希望也能够给我们每一位在校大学生呢带来不一样的激励。同时希望同学们能够通过今晚的这么一个畅想会的活动有所借鉴，并树立和坚定我们自己的青春梦想，那么也将我们学校的这项双创文化活动季打造成为我们沈阳师范大学又一项有特色有传承的品牌活动。谢谢大家。感谢何其峰老师精彩发言。那么下面让我们有请沈阳师范大学 KAB 创业俱乐部理事长王晨晨同学讲话。我这个掌声呢，明显就没有女团沙卡和何老师。我们 KAB 创业俱乐部是主要做这个双创文化活动季的主办单位。今天也是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 SHY48 的女团到我们的双创季开幕式上为我们做了一个助力的节目。然后今天我也很荣幸能站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我与48的故事。我们刚开始和48的合作是在一场48在校园的快闪活动上。当时活动反响很热烈，所以后来我们想如果有机会是否可以邀请这样一点一个充满活力青春的女团来到我们双创季文化活动季的活动现场，为大家做一个更好的助力。通过了解啊，我们知道 SHY48 是全球华语区第一女子偶像团，也是秉承互联网思维和参与感精神 O2O 构架的一个面对面见到偶像的这样一位近距离养成式造星平台。这个概念正好和我们现在 KAB 创业俱乐部所坚持的梦想汗水以及坚持是一个很符合的契机。也希望说 SHY48 以及和我们接下来的合作中能更好的带领大家在创新创业的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呢，也祝愿我们 SHY48 的团队可以长长久久红红火火。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掌声重新邀请我们的 SHY48 Team 3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歌曲串烧。青春梦想无尽寻找 Dream。
深的。Thank you.
好，我是 SHY FORTY EIGHT Team S THREE 的尖锐静，非常开心能够见到大家，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 SHY FORTY EIGHT Team S THREE 的二期生叶景彤，很高兴今天能够在沈阳师范大学见到大家，谢谢。静悄悄带给你稳稳的幸福，光明丽日可以用双手碰触。大家好，我是 SHY FORTY EIGHT Team S THREE 的陈静文，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 SHY FORTY EIGHT Team S THREE 的陈怡君，谢谢大家。小二前夫二，有的只有爱。大家好，我是 SHY FORTY EIGHT Team S THREE 的冯莹，大家可以叫我小二，谢谢。大家好，我是 SHY FORTY EIGHT Team S THREE 的邓思雨，感谢大家前来干嘛？大家好，我是 SHY FORTY EIGHT Team S THREE 的韩家乐，清风开蕊你的心，单车后座等着你，谢谢。很高兴能在这里遇见大家，谢谢。是一样的娇娇，是不一样的 so hot。大家好，我是 SHY FORTY EIGHT Team S THREE 刘江，感谢能跟大家在这里相聚，谢谢。请留下你的足迹，再来一片夏季。大家好，我是 SHY FORTY EIGHT Team S THREE 刘娜，很开心能够在师范大学见到你们，谢谢。想要为你发光，想要为你歌唱，就想要为你照亮。大家好，我是 SHY FORTY EIGHT Team S THREE 的子欣，谢谢大家。别吼，喝喝水，摇一摇，泡泡泡，我外貌。大家好，我是 SHY FORTY EIGHT Team S THREE 的星星，欢迎大家来看我们新偶像。耶，谢谢大家。来发言，从寒冬到初夏 ，SHY FORTY EIGHT完成了前面八站的校园突袭，终于打开了校园星2.0升级版校园偶像见面会。回顾前八站的历程，收获的是满满的感动与成长。犹记得我们去东北大学参英语晨读，迎着朝阳出发，闻着校园里清新的空气，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充满了朝气。在过去校园突袭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去沈阳工程学院打篮球，去沈阳理工大学和学校舞团尬舞，去何时医学院助威英雄联盟比赛。印象最深的是去沈阳化工大学去参加荧光夜跑，紧张的行程、挥舞的荧光棒和围观同学的呐喊，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心彼此靠得很近，我们拥有共同的快乐。我想
这就是属于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吧。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勇敢的我们和可爱的你们彼此陪伴，勇往直前，与过去的美好说再见，迎接新一天的成长。在这里，我代表我们 ICHY48TMS3 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鼓励与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的，请欣赏下一个节目吧。我的鸡巴子，我的鸡巴子，刘娜，谢谢，看见了，带我走了，哎呀，救我！
大家好，我是 SHY48 Team H3 的王瑞琪，很高兴见到你们。
家。耶！小草里新上台香风，正中红心。Hello， 大家好，我是 SHY48TeamH3 的徐斐然，很开心又跟大家见面了，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多多支持 SHY48， 记得来星光剧院看公演哦。耶！欢迎新的张爱静，超有自信。大家好，我是 SHY48TeamH3 的张爱静，谢谢大家。耶！哎，对不起啊，我走我走。Hello， 大家好，我是。SHY48TeamH3 的郑杰丽，谢谢大家来观看，我们谢谢。大家好，我是 SHY48TeamH3 的张如意，很开心可以和大家在神师再次相聚，谢谢大家。每天出门都要记得带银子。大家好，我是 SHY48TeamH3 的张雨涵。很开心能够在省市见到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 SHY48，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Y48TeamH3 的刘静涵，很高兴在这里又次见到你们，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谢谢大家。大家还记得2017年3月13日这一天吗？我们 SHY48TeamH3 的16名成员来到了沈阳师范大学的图书馆广场，完成了第一次校园突袭的活动。那是我们 SHY48 出道以来第一次走出剧场，几分忐忑，几分骄傲。那天很冷，我们穿着校服在校园里跳舞，老师心软了，说我们可以穿上厚点的长筒袜。但是我们觉得，既然来了，就要以最好的妆容，最棒的状态出现在你们的面前。之后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我们在辽宁传媒学院为运动会加油，也去了沈阳科技学院完成了我们校园突袭的千秋乐。我们为同学们的啦啦操加油助阵，希望你们的活动精彩，你们的生活快乐，希望我们的出现可以让你们也更加勇敢地喊出自己的梦想，并勇敢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迈进。我们不会忘记在沈阳科技学院最后的演出，我们 H3 10名成员和围在我们身边的大家一起完成的圆阵，是你们让我们身边的脚印扎实而又欢快。谢谢沈师这个美好的开始，让我们相互陪伴并开启奇妙美好的旅程吧。为了迎接升级版的校园行，下面我们要开启今年 SHY48 的一个重大项目，有请我们 SHY48 全体成员。我是 SHY48TeamH3 的董思佳。好看的表演过后呢，接下来将由我为大家介绍我们 SHY48 星梦棒棒糖计划的启动仪式。星梦棒棒糖计划旨在帮助 SHY48 的每一名成员向着梦想努力奔跑前进，在奔跑梦想的旅程中，小偶像的每一点进步都凝聚着粉丝的助力。活动进行期间呢， SHY48 的成员会在星梦明信片上写下自己的星梦计划，并搜集来自5000位沈阳市民的支持。当每一位成员集齐5000份支持后， SHY48 的运营团队会帮助成员实现他的心愿梦想。一颗心愿棒棒糖，甜蜜的不只有梦想，还有我们彼此靠近的心灵。好啦，下面请大家跟随我一起了解星梦棒棒糖计划的正确打开方式。我们相信呢， SHY48 的每一名成员和大家都有拥有着各自的梦想。作为一名刚出道不久的小偶像，我们也拥有着自己的星梦。我们的星梦呢，已经写在了每一名成员手中的星梦明信片上。
每一名成员集齐了5000次助力后，他写在星梦明信片上的愿望就会成真哦。是的，从这一刻开始呢，我们会和台下这些可爱的新小河们一起在中街步行街上展开突袭行动，寻找愿意帮助我们实现星梦的你们。只要扫描卡片上的二维码，就可以为我们成功助力一次。梦想就在眼前，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同时，为了表达感谢，每一位助力的人还将会得到一份超级棒的小礼物哦。哦，想想我就很期待呢，真的非常期待在中间和大家相遇啊！接下来让我们每个人聆听大家的心愿吧。那就从我这边开始吧。好的。大家好，我是 SHY48 Team S3 的金瑞静，我的心愿是开一场个人专属演唱会，谢谢大家。我的兴奋是能够出国拍摄一支 MV，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Y48 Team S3 子熙，我的心目是我想成为一名歌手，唱只属于自己的歌，只属于自己做出来的歌，谢谢。大家好，我是 SHY48 Team S3 刘娜，我的心愿是希望有一张属于自己的 EP 以及 MV， 谢谢。大家好，我是 SHY48 Team H2 H3 的王俊明。不好意思，我的心愿是出国拍一支 MV， 谢谢。大家好，我是 SHY48 Team H3 的张雨涵，我的梦想是希望我们 SHY48 可以办全国巡演，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 SHY48， 喜欢我们 SHY48，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Y48 Team S3 的陈义军，我的心愿是可以创作一首属于我们二七生的专属单曲，谢谢大家。我是 SHY48 Team S3 的赵聪，然后我的心愿是能够拍摄属于自己的电影，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Y48 Team H3 的李行，我的心愿是量身打造一个专属于自己的 EP，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Y48 Team H3 的二七生高虫，我的心愿是能够有一首属于自己的单曲，并且配上一个帅气的舞蹈，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Y48 Team S3 的叶景彤，那么我的心愿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一张属于自己酷酷的风格的 EP，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Y48 Team S3 的郑诗琪，我的心愿是可以为 S3 的二期生打造一支 MV，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Y48 Team S3 的朱燕，我的心愿是有一支属于我们 S3 队伍的 EP，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Y48 Team H3 的曲月萌，我的心愿是可以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个人单曲，谢谢。大家好，我是 SHY48 Team S3 的李希宁，我的心愿是想在今年参加一次影视剧的拍摄，然后希望在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关注 SHY48 并喜欢我们，谢谢。大家好，我是 SHY48 Team S3 的李慧，我的心愿是能够拍一个 MV， 谢谢。大家好，我是 SHY48 Team S3 的孙敏，我的心愿是上综艺拍电影，谢谢。大家好，我是 SHY48 Team H3 的张爱静，我的心愿是希望我们 SHY48 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团综，谢谢。大家好，我是
SHY48TMS3的千玺，我的心愿是可以上个综艺，然后有趣一点的综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Y48TMS3的关思雨，我的心愿是能够参与拍摄卫视综艺或者是网络综艺。大家好，我是 SHY48TMS3的郑杰丽，我的心愿是像前辈一样去培训舞蹈。大家好，我是 SHY48TMS3的张如意，我的心愿是我想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辩手，可以参加很多很多的辩论赛，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Y48TMS3的韩家乐，我的心愿是出国拍一支属于自己的 MV，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Y48TMS3的杨雨涵，我的心愿是当女二号。大家好，我是 SHY48TMH3的刘静涵，我的心愿是能演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让我也是让我们团队更多人认识，更多人喜爱，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Y48TMH3的王飞言，我的心愿是希望可以拍出治愈系的小视频，给大家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动力，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Y48TMS3 刘江，我的心愿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广告代言，谢谢。大家好，我是 SHY48TMS3 的付子琪，我的心愿是我希望可以参加动漫及游戏类的相关综艺以及相关展会的出席作为嘉宾，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 SHY48TMH3 的徐斐然，然后我今天的心愿是希望以后可以开个火锅店，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Y48TMH3 的任玉晴，我的心愿是可以拍一套属于自己超可爱的写真，谢谢。大家好，我是 SHY48TMS3 的陈静文，我的心愿是 SHY48 能有个自制小综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Y48TMS3 方世涵，我的心愿是出国拍一支 MV，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Y48TMS3 的王瑞琪，我希望我们可以有一支 Seven Senses 风格的 MV， 谢谢大家。是 SHY48TMH3 的陆芳竹，我的心愿是可以出一首自己的单曲，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Y48TMH3 的冯一莹，我的心愿是出一张 EP。 大家好，我是 SHY48TMH3 的郭梦婷，我的心愿是明年我们TMH3 的二级生能拍一部电视剧，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Y48TMH3 的寇晨曦，然后我的心愿是希望台上每一位成员的心愿都能实现，谢谢大家。现在大家都站起来吧。诗萌啊，听了那么多大家的心愿，那你的心愿是什么呢？我的心愿呀、我的心愿是可以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然后并做成 CD 的那种感觉。哦、那思佳你呢？我的心愿是能跟大家一起拍摄一支 MV。啊，真的，大家的愿望都很棒呀。嗯，那接下来让我们再一起说出我们的心愿吧。我们的心愿是，我要有一首录制一支 MV。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对于实现梦想的信心和决心，下面我也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加油打气，好不好？好。然后当我说 SHY 加油的时候，大家要一起和我说加油加油加油，好吗？好。你的助力成就梦想，神师加油， SHY 加油加油加油。我宣布
出手机，然后转过身去记录下自己与棒棒糖计划的一些美好瞬间，然后呢将照片以私信的方式发送到我们 SHY48 的官方微信，前48名同学还可以得到一份精美的礼品哦。是的，大家都准备好手机了吗？快掏出来，机不可失。对对对，然后要合影哦，然后让我们合影哦，对，准备好了吗大家？3、2、1 ，Yeah！ 这边这边。哇，我听到了无数的快门声，咔嚓咔嚓。是的，今晚整档晚会结束之后还有彩蛋环节哟，那么请接下来欣赏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吧。让我们一起谢谢大家。Come on!
张嘴。谁推我一下，我给我推上来。不，子健，刚才不是说了吗？哎，怎么东东北味这么浓吗？刚才说了啊，就是有一个彩蛋，其实彩蛋呢，就是我打火的。不，有啊，这个就是跟我们所有的那个 SJFTA 的运营团队同款的啊，我们的 T 恤。一人送一个，当然送不起了。然后我们这儿现场面对面见决，密码是4848，我现在开始建啊。然后我发红一个红包，里面有抢三个，谁抢到的话，然后活动之后过来找我啊，快找我，我今天送一个这个 T 恤。准备啊，我看看面对面见决怎么建。微信，不好意思，微信。面对面见决，密码4848，哎。哎，好，有人进来了，我进群。6×2=77，85。好像面对面进群，只能最多是建100人吧。加入人已经发出来了。啊，不好意思啊，你就是100人了。哎，我现在发红包。我发红包吧，我有一个权限，就是4.8和4.8，我可以一个人做主。那我发4.8还是4.8？哎，那我发了啊，是啥？你们就凑合来吧。4.8，然后发三个，然后来个词儿了。SHY，他不说抢到。加油，好吧。准备好了吗？3、2，我先把密码再说了。3、2、1，走起来！报出来！哎，什么？吃！我！哎呦啊！感谢你。好，人气手气最佳是这个日语的啊，我真不会念，应该是一个女生哈，2.93元，这不错啊，这个一瓶饮料钱说了。然后活动是谁给我招呼我看一看，谁人气最佳？哎，挺棒的啊。还有谁呀？还有两个呢。OK， 恭喜你。啊，再来就来不了了啊，因为这个主要是我们 T 恤真的印的，就是有数了啊，不好意思，不是我勾。那么我请我。请允许我再一次的感谢今天所有陪伴的同学和我们应援会的小伙伴们，就是真的今天非常开心，而且最我刚才的这首第一只兔子嘛，啊，这次是我们的一首歌叫第一只兔子，然后也是我们 SFFTA 首次，然后32名成员来一块儿完成这样一个作品，真的比较感动。感谢沈石，感谢沈石的同学们，感谢现场所有的人。我觉得今天这个瞬间就是。我觉得是永恒的，因为尤其我记得啊，沈阳师范大学同学们，以后你们未来可能是某某学校某某培训机构的优秀的老师，然后如果有一天当你们给你们的学生们在讲课或者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给他们讲一讲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故事，然后这个瞬间是属于我们之间的，是这个瞬间是真的是永恒的，永远都不会磨灭的。那么我请让我公布今天真正的彩蛋，就是在我说话的时候，我们 SFTA 两个队伍的所有成员已经在我们出口处形成收藏，来等待着现场所有的同学和我们的小伙伴们。我们今天有一个
梦想互相鼓励的击掌环节，然后就是请允许我很激动的代表我们团队向现场所有人讲一句，遵循自己内心的真实的热爱，为了自己的梦想勇敢去加油。如果说在你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遇到失落，遇到无助，但大家请记得 SHF48 的这个团体，我们整个团队还在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坚持不懈，这样一种精神我们相互来鼓舞。那么就像我最开始跟大家说的，那请依次离场，请依次离场。那么先从我们一楼开始，二楼的同学们稍微包容，稍微理解一下好不好？然后先从我们一楼开始，一楼呢先从由近及远，在两个出口都 OK， 好吧？一个是是 S 区啊，是 S 3或者是 H 3 S 3或者是这个我现在有点既然是彩蛋啊，就不能讲得那么清楚，就是你们凭运气了，知道吗？这个时候就得拼人品了啊！不要东北话啊，不要呜呜喧喧，不要叽叽喳喳。然后现在从我们的首两前三排开始，从两侧离场 ，OK？ 顾凯老师，请给音乐。前三排，冬天 ，S H Y， 冬天。先走，不要着急，不要拥挤，请各位同学多多的理解，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啊，加油！啊，请各位同学不要拥挤，感谢您的支持，请让我们从近及远的逐渐离场，好吧？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用这么长时间来观看我们的校园节，谢谢大家，谢谢。现在还有那个同学启动会吧，谢谢大家，谢谢。不好意思，今天那个剧场灯光有点暗，可能那个灯光有点暗，然后效果不是很好，很抱歉，很抱歉，谢谢大家支持，谢谢。